大家好，我是小罗罗廷伟。最近很多人收到了这张照片，拜托大家帮我辟谣，还原真实现场状况。我只是拉开施暴者，怎么会变成我在打架？中嘉宾这一冲撞，瞬间都被拍下。根本没有想到，我没有办法制止中嘉宾委员蓄意的冲上主席台，要往海院长那边冲，并且他是右脚站稳以后，情报扑倒。企图攻击我们的网军攻击，拜托大家帮我们分享。